乘客您好，欢迎乘坐成都地铁十七号线。本次列车终点站为金星，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前方到站白佛桥。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Welcome to Chengdu Metro Line 17. This train is bound for Jinxing. The next station is 白佛桥。创建文明城市，争当文明市民。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请勿外放电子设备，滋扰其他乘客。成都地铁邀您一路文明出行。 We are arriving at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前方到站九江北，列车将开启右侧车门。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The next station is 九江路. Th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side. 乘客您好，乘坐地铁请全程佩戴口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九江北，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九江路。下车的乘客，请从右侧车门下车，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
前方到站,宁光,列车将开启左侧车门,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The next station is 宁光. Th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side. We are arriving at 宁光. 下车的乘客请从左侧车门下车. 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前方到站，温泉大道。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The next station is 温泉 Avenue. Wenjiang District. 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Wenjiang Avenue. 下车的乘客，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前方到站凤溪河，换乘地铁四号线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The next station is 凤溪河。Passengers transferring to line four, please get ready to get off the train. 各位乘客，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人。凤溪河到了，出站和换乘四号线的乘客，请从左侧车门下车，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We are arriving at 凤溪河。Passengers transferring to line four, please exit the train from the door on the left side.
事务医院到了。 We are arriving at Chengdu Fifth People's Hospital. 下车的乘客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 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牢，前方到站黄石，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The next station is 黄石。乘客您好，乘坐地铁请全程佩戴口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黄石到了。 We are arriving at 黄石。下车的乘客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间隙。